林哥，你找我？你怎么才来啊？嗨，别提了，还不是方舟这个笨蛋。这个方舟真他妈麻烦。哎，我见了他跟吃苍蝇似的。嗨，又喝酒了吧？嗯，都是他烦的。哎，你说哥，整个一个下午就听他诉苦了，半点有用的东西都没有。你，说不定他什么时候就能给你提供点有用的信息。哎，哥，冯衍生没认出我来吧？不光是你，连我都怀疑上了。妈的，留着他真是个祸害。哥，不能让他坏了咱们的大事。我最怕的就是他说出那件最要命的事儿，那样咱们就全完了。舒可风的事不成问题，那本来就是杜小山一个人干的。哎，哥，怎么让他永远开不了这个口？这件事儿一定要慎重。嗯。啊，你姐约了我吃饭，你一块儿去。啊，不，行吧，我不去了，我得到工地看看。哎，喝了酒别开车了，叫司机给你开吧。哎，这两天你到底去了哪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乔乔，对不起，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是很亲很亲的人，就算过去的事情不必要追究了，可如果你老是这样的话，谁受得了啊？乔乔，实话对你说吧，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去年湖画画，后来知道那儿死了人，我心里特别害怕。第一次来你们家，知道是你爸爸，所以那你就应该早跟我说明白嘛。刚开始我是受了惊吓，后来我发现自己特别爱你，就想尝试一下是不是能够离开你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不是我要离开你，我是怕有一天万一你离开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得了，所以就先试试看。那结果呢？现在就是结果，我知道我自己离不开你。乔乔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，相信我，会做一个对得起你、配得上你的男人。你瞧你，一副楚楚动人、小可怜样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出去以后可千万别这样。为什么？哎，招贼啊！讨厌。啊！我要去超市，你想吃什么？快说。啊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不用了，你忙你的好了。不，我帮你拎东西嘛。我自己可以的，骑自行车一块就回来了啊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你要吃什么呢。买什么都行。真的不让我跟你一块儿去？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如果耽误你画画，那可是我的罪过。哎，你小心点啊。好了，我走了啊。
你来找树桥是吧？他出去了。我看见了，我这找的是你。那请吧。啊，别站着，坐吧。你真把自己当这家主人了是吧？你就靠画这个梦想，你脸皮可真厚啊！真搞不明白你怎么整得跟自己脱了毛的鸡似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就是我最讨厌的那类人。我呸！你更不配跟我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冯彦生，我告诉你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揭穿你的鬼把戏。你要干嘛？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要干嘛？你哎，你给当了树伯伯面打我是吧？啊？你看，你怕了吧？你斗不过我，告诉你，这儿我熟悉的比我自己家还多。舒伯伯在的时候，我天天来；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，你在哪个洞里钻着呢？啊！舒伯伯不在了，乔乔最需要我的时候，你给冒出来了。如果舒伯伯知道他女儿跟你这种人霸占了，他在天之前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，绝对不会。还好意思放在这儿？留在这儿，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。你走吧，你走啊！